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来到了 Saramonte Kia 车行，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 Kia 的Telluride 这款车。这款车呢被凯利蓝皮书评为2023年最值得购买的一款车。那凯利蓝皮书是用什么来选择车辆的呢？它是通过这个车辆的质量、还有安全性能、驾驶性能和车辆相关的一些费用来进行评选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车行啊，来看一看这款车为什么值得购买啊，还是我们也来试驾体验一下。这款 Telluride 是一款中型的 SUV， 它是 3.8 升六缸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291匹马力，可拖拽5000磅到5500磅。这款车呢有10种车款供您选择，17种驾驶辅助系统呢是标准配置，例如前方碰撞警告、行人和骑车人检测的向前避撞辅助、远光灯辅助、车道偏离警告、车道保持辅助、盲点碰撞警告、盲点视图监视器、驾驶员注意力警告、待停走的智能巡航控制、后方交叉交通防撞辅助系统、停车距离警告、向前和倒车、环视监视器、公路驾驶辅助系统、车道跟随辅助、安全下车辅助。这款车曾在3年前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车款之一，这与它的多功能性是紧密相关的。那这款车你可以选择7人座的或者是8人座，也可以选择4轮驱动或者是前驱。那车的轮毂呢，也可以选择18寸或者是20寸的。这款车呢是专门为美国市场而设计的，所以它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显得大胆而精细。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前后饰板，它的前后饰板包括它的大灯、尾灯，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显眼。这部车的内部空间是非常大的，有178.1立方英尺，而且这个车的后排座的腿部空间位置也是同类车款中最大的，而且它还配备12.3英寸的这种全景的显示屏，标准配备的导航让您觉得更有先进的科技感，配备哈曼卡顿音响系统，而且确实这款车呢有着很多的驾驶辅助功能，可以帮助司机应对路况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调控以避免碰撞。说了这么多，就让我们开车去体验一下吧。这部车的内部空间是非常的大的，而且它配着各种各样的驾驶辅助系统，让驾驶者会感觉非常的安心。而且为了有更好的通过性，它的 X-Line 和 X-Pro 这两个版本呢可以提升它的底盘高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车去越野了。简单的说，这款起亚的 Telluride 是非常的不错的，功能性很强，而且经济实惠。它的驾驶辅助系统也非常之多，而且它的选配方案也非常多，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 Kia 的车款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Kia 车行，来这里试驾体验，这里的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